人民的愚蠢总是招来权力的无耻。身为全民最大党的老百姓们，奋起吧！欢迎笑看《全民最大党》。One, two, three, four。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美丽主持人桃子，欢迎收看今天的全民最大党。全民做老板，全民做老板，全民做老板。再一次告诉大家哦，真的我们是已经全民做老板的时代了哈，所以不要再分蓝绿了，大家都是老板，所以等一下什么意见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而且要发挥你们的幽默感哦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要谈论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呢？就是说，现在全台湾呢有33万左右的大学生超忧郁，你知道吗 ？Very blue， 他们在忧郁什么呢？忧郁感情，忧郁学分，还忧郁卡到音。就是不忧国忧民，忧未来，这些都不忧。你看了会不会也觉得是卡到音？看到没有？以前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他才能够当到宰相，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些人，当什么相？宰牛都不行，还宰相呢，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电话是02-6600-0108，02-6600-8221，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哦。那么当然呢，我们今天也要请到几位呢，算是年轻人当中非常优秀的。我们知道星光帮第一代有钟伟啊，不过他已经挂掉了。还有佑嘉有没有？佑嘉他也不错啊，还拍了那个什么汽车咬屁股那个广告，对不对？所以第二代也有很棒的人出现喽。他们家是八家将，你知道吗？他是八家将出身的赖明伟，欢迎他。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寂寞。老师，你真的不要弹。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对。我们老师最后有混了7个音符进去 ，OK 了。没有关系，桃子姐，我们有看这个节目，我们知道老师通常都是跟不上的。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第一届星光大道你注意到的是杨宗纬或者是萧敬腾的话，当然还有佑嘉了啊。那如果第二届的话，你要注意的咖就是我赖明伟了。对，还有一个八冷公主，对不对？我们现在竞争的很厉害，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虽然我个头很小，但我飙高音很厉害啊，不信你听。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看到没有，他还是跟不上的，对不对？没有关系，我音质好。没错吗？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现场这么多特别来宾，能够唱像我这么高音的没几个，谢谢。真的很棒哦。星光大道真的发掘很多有才的年轻人哦，请密切注意 ，OK。好，那么接下来欢迎讲到卡到音哈，讲到鬼，我们这可以说一代鬼师，一代鬼王哦啊，他很多的书，很多著作，还有他上节目，我记得十几年前嘛，16、17年前他就上节目，讲到17、18年后他又来了，讲鬼大师司马中原老师，欢迎。西洋人也怕鬼，全世界的人都怕鬼啊！哎呀，恐怖啊，恐怖到了极点了。啊，仅限10:05了。再来就11点了。我表哥是吓不死人的司马汤圆，我是吓死人不偿命的司马中原。哎呀！我们现场有一堆色鬼哦，看着举牌的妹妹正在流口水哦，哎呀，还好妹妹正点哦，要不然后看想犯罪，来到前面想撤退哦，哎呦，那就糟糕了。
还好举牌的妹妹正点了，恐怖啊，恐怖真正点了，谢谢。司马老师哈，待会呢讲到鬼的时候呢，我们也请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尤其很多民俗方面的东西我们都不太懂。那么接下来呢是也是鬼的这个接班人呐啊，他自己那个他自己不知道，他是非常性感啊，那他自己主持也是灵异方面的节目，我们欢迎性感主持人小潘潘。大家好，我就是迷死人不偿命的一代鬼后小潘潘。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崇拜，从小就听他说鬼故事的司马爷爷。他讲的是一派胡言哦，他自己主持《不可灵异的世界》，根本没有邀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半集都没去哦，连通告费都赚不到，我还称一代鬼师了。司马爷爷是这样的，我跟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的武功。数不同，因为你是属于讲故事吓人派，我是靠露乳沟跟露点派，所以很多人说大学生看了灵异节目会卡到音，我看这些学者你们才是卡到音呢，因为我们节目里面看不到鬼，只有看得到点而已。谢谢大家。非常好看哦，性感的女鬼哦。好了，接下来欢迎是正男狠角色李敖李大师。大家好，我是李敖李大师，一二二一二，我是狠角色。是的啊，这个今天节目啊，一开始我想七月半已经过了，干嘛老谈鬼？一个鬼王，一个鬼后啊。然后呢，又老谈卡到音的问题，还好我旁边有个年轻可爱的大学生啊，他是飙高音，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会飙高音。我的专长是飙高官啊，再大的官啊，总统、副总统是越大的官我越爱飙，所以呢，今天呢，观众朋友可能看到画面不是这么好看哦，又是鬼又是什么的，希望待会不会有其他的鬼当特别来宾，比方说像大鸡这种鬼啊，希望不会有，谢谢啊。好，谢谢大师啊。那我们今天呢谈的这个题目呢，其实真的我们也蛮关心的，因为大学生其实说起来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对不对？将来我们国家都要交给他们的。可是呢，却有33万的大学生，他们不去忧国忧民，他们忧的是把不到马子，马子跑了，然后不知道去把谁，要不然就忧呢学分不过，要不然就忧卡到，他忧卡到应干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一下这样的题目，你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你也觉得卡到音了呢？还是大家都很音 OK 了？那我们先我想先问一下明伟，自己来讲自己本身你是大学生吗？我没有念大学。对，你没有念大学。我没有念大学。所以你看你有看大学生的眉吗？没有。你看一下拜托一下。就是我的意思说我当然不是说叫你看大学生的眉，我的意思说陶姐，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就是说其实我老实跟大家讲啦，我爸就是那个庙公，所以从小我爸就教我们说其实对天地之间要有敬畏啦，如果你对天地之间哦对人都有这些敬畏的话，自然而然就不会什么卡到音啦。那你有没有卡到音哦，你就看看你有没有背后灵。有一次啊，我在那个厕所啊尿尿的时候然后以为哎呦我背后怎么有个背后灵，就仔细一看原来是王伟忠先生啊，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讲说，小子干嘛男生不当当马子，那我就马上回他说，那你年轻的时候也留长头发。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跟伟忠哥讲啊，就是说其实伟忠哥如果我是马子的话算是一个小可爱的马子啊，但是如果你当马子的话算是丑马，就是很丑的那一种。不好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要问这个问题啊，就我要问的是说你觉得我说你忧心的事情你是会真的会忧心？我忧心哦就是我的喉咙啦，因为我觉得我最珍贵就是喉咙，我怕我的那个高音飙不上去啊。陶姐们你有一首 Say goodbye， 这是我的歌吗？哦对对 Say goodbye， 然后怎么唱你想我们来一首 Say 你先弄的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是我们一个一个加上去 Say goodbye。 来陶子杰 Say goodbye， 你要听啊，我听他的有用吗？对，你最近主持节目多了 Say goodbye 是吧？Say goodbye
我干嘛听你的？奇怪了。我今天是主持的时候嗓子不是太好的，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讲话讲太多了。OK， 所以你认为以你是一个这个学生来讲，你觉得你在自我实现方面你做到了吗？我已经做到了，因为你看啊，我以前就在家里面帮忙跳那个八家将嘛，那我觉得就是要帮家里面啊减轻父母亲的负担啊，我就赚一些外快啊。所以你看我从小我就懂得自食其力，然后我自己呢就会靠着自己啊去赚一些零用钱啊或者是学费啊。我觉得现在大学生就是太安逸了啦，然后只会伸手跟爸爸妈妈要钱，那最糟糕的是这些爸爸妈妈都给钱啊，所以都以为给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哇，你腿怎么了？打节奏啊。你可不可以坐好好不好？好好好，谢谢你啊。不过我想说那个这年轻人都是比较活泼一点的啦哈。我想问一下李敖大师，你觉得现在你不要再打了可不可以？李敖大师不好意思啊，就是说你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真的是不懂得忧国忧民了吗？而且在您那一代，我知道你们大学生都是那时候是蒋介石在执政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以你们来讲都很有那种冲劲，对不对？你看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真的太嫩了呢？挂翻了，挂到姥姥家去了。您这样讲，现在大学生呢很糟糕，为什么呢？没有质感。想想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是干什么？我念台大的时候，穿着长袍马褂，走在校园，不会不会太热？哎，不会，我冬天的时候穿长袍马褂，夏天穿薄的。李敖大师的意思是说，年轻的时候跟我一样穿长袍马褂，恐怖了。但我们跟这个司马老师还有一点很像啊，就是我们手里面永远拽两三本书，有没有？当然那时候没有带这种刀子啊，我就这样，很有学生气息的，有没有？像文艺青年，有没有？就这样走，很有感觉的，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我们谈感情呢，慢慢的来。我们如果约女孩子写写诗，写写，你看像这个歌也是我写的，有没有？我没有约吃四五十次饭，不可能牵手。不要吵，我继续讲啊，蛮吵的啊，小心我会告你啊。我难。然后现在的年轻人呢，你们大学生什么感情不顺，在这忧郁啊？忧什么郁？你们现在有网络去把妹，有 pub 夜店去把妹，学校也能把妹，无处不把妹啊！你们过得比我们好，有什么好为感情忧郁的呢？好，我们回头讲学业。以前我们书要念好多好多的书，你们现在有什么学业问题吗？不用啊，书不用念，因为念一念，教育部可能明年就把那些念的东西都去除掉了，白念了，对不对？你们说，哎呀，考试有升学压力，有吗？没有啊，你们只要把笔还有准考证准备好，到里头这个答案卡画一画，填一填，怎么样填都有学校念呢、啊，所以。没有升学压力，没有学业压力，感情又可以随时随地。所以大师的意思说，现在的大学生去考试好像在画乐透的意思哦。哎，差不多意思是。你画乐透就中奖了，是不是这样？都能中奖， okay、家家有奖。所以呢，你们已经把当年我们这种文艺青年这种多愁善感、无病呻吟的这种精神忘记了，你懂吗？你们要多读读诗，要培养气质。所以呢，现在有一个节目呢，叫什么？叫大学生了没？就是提醒你们有没有大学哦？你们大学生，你们呻吟了没？每天起床要记得要呻吟一下，不是晚上呻吟，是起床以后才呻吟，懂我意思吗？谢谢。所以李敖大师今天讲的，可能就是说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很喜欢无病呻吟呢？我想这一点也要问一下我们的司马老师啊，司马爷爷。你自己本身来讲也算是一位作家，然后自己本身也有教过大学生之类的，然后你怎么看这些大学生？说他们卡到音，你觉得呢？我觉得小学生卡到音呢，还有中学生也卡到音，高中生也卡到音，研究生卡到音，大学毕业生卡到音呢，哎呀，台湾的学生通通卡到音呢，恐怖啊！恐怖到了极点呢？为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各位啊，因为啊，我们有一个半人、半鬼、半兽的教育部长哦，他把冥界的鬼学带到人世间哦，把人类的教育界啊搞得秩序混乱哦，而且把学生们搞得精神快分裂了，而且还忧心忡忡的，还害怕。被杜正胜教育部长的这个影响到，最后搞得变得跟他脑袋空空哦，然后毕了业找不到工作，两袖清风哦。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啊，到底学生卡到什么音呢？就是啊，有一个学生呢，他平常啊上网打电动哦，
然后看电视瞎鬼混，然后考试都是临时抱佛脚，结果到了要考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抱着要重考的这个心情了，结果没想到，哎呀，恐怖啊！恐怖到了几点了？10:15了。对，竟然考2.8分，还有大学可以念了。这如果不是见到鬼啊，天底下哪有这么好康的代志哦？所以啊，我觉得啊，真的是教育界被鬼给卡到阴的，而且所有学生卡到阴的，要想出头天，门都没有啊！哎呀，恐怖啊！恐怖到了几点了 ？OK 了。这样讲起来的话，你说2.8分就可以进大学，真的应该颁他一个奖学金哦，你知道吗？真的太难得了。OK， 当然我们年轻一辈的呢，也有一个饶舌歌手啊，他自己本身也蛮会作词作曲的，就瞎七瞎八唱。OK， 饶舌歌手大芝，他告诉我们怎么呢？大吉，大家我大吉啦，好，我来这要唱一下歌哦，讲这大学生到底是有偌无助啦。我唱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来，老师，有人是有，待会再介绍给你们认识啦。嘿，这是虾米生，大学生，虾米生熊们，大学生，口气红灯条，气到对人走，被甲拢无钱，减肥减袂成，这是虾米生，大学生，虾米生熊们，大学生，啊旁边来呼声，整天拢是钱，那是卡丢音，会用吹白云耶。后是惊了无代志，正是后生，歹命看到我大肌肉惊。好来，阿你有较好无？拢小可有尔，还是无？拢无咯，行，我来前旁一下，你稍等下。开玩笑的啦。OK 的，好不好？这现在大学生都是这样，都蛮会唱的。我们先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再讨论喽。我是桃子，大学生了没？不是啦，我原来那是我另外一个节目，你知道吗 ？OK 了，欢迎回到我们最大档的现场哦。今天讨论题目就很简单，就33万的大学生说起来超忧郁呢，忧感情、忧学分，还忧卡到音，就是不忧国忧民，也不忧未来。你看了以后会不会也觉得卡到音呢？现场的电话02660001080026600008221，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哦。究竟上大学是不是真的是唯一的一条路呢？那上了大学以后为什么还要这么忧郁呢？忧郁的却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啊，阿力不打的这些东西呢？我想问一下，你不是大学生，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你的整个的历练让我们觉得蛮不错的。桃子你对啊，桃子姐你不要客气啦，你自己本身是八家将，对，但是我没有学坏。对，很多人就觉得说好像八家将是不是小孩都会学坏什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正面的意义跟大家讲？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不爱念书嘛，可是我们体内好像就有一股好像用不完的那个精力啊。那我们就把它用在这个八家将，用在这民俗上面。你看我们现在很多那个八家将或是灌将手啊，都有出国去表演啊，然后也在海外获得很好的那些好评。你们要不要这么有精力加入特种部队？你觉得好不好？就比较好一点。对那种我们就又没有兴趣了。真的吗？那我是觉得大学生需要培养的就是自己的真正的实力啊。你看现在大学生要不打开那个报纸啊，看到就是说什么，要不就去援交啦，要不就是什么去贩毒啦，然后有的甚至很无聊的，就台风天还要去爬山，然后让大家去搜救他们啊，浪费很多社会的资源啊，或者是说很无聊，什么要去夜游啊，然后什么玩前签啊，玩碟仙啊，然后卡到音的啊，还有就是说啊，比方说大学生他们啊的那个性观念也是很开放啊，然后就乱来啊，乱来，然后就怀孕了，怀孕就去拿小孩，拿小孩之后又觉得说卡到阴啊，有阴灵啊，所以你看大学生好像想一想，他们到底做什么好事情值得我们在这边讲吗？好像没有。这样好像把大学生讲的都是罪犯，你这。所以我们在这边要鼓励大学生，就是说其实真的啊，你们哦会读书一回事，但是要学习会做人，还有就是说要立定自己真正的目标。像我的目标就是呢，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够征服所有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谢谢。是
向很远大，有一个远大的志向，其实蛮好的。小潘潘，你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你们今天讲的话题啊，我本来以为是我很拿手的，可是你们谈的方向好严肃哦。真的吗？我觉得我们把它带到一个比较快乐的方向。为了要冲收视率，我想现在呢，应该是到了我出招的时候了。对，你这样往前倾一点。我这样子给大家讲一个鬼故事哈。其实很多人说看灵异节目会卡到音。我告诉大家，有一句话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一天一集不可思议的世界，妖魔鬼怪都会远离你哦。因为在节目里，我们会告诉大家很多很恐怖的邪魔歪道，但是会告诉你怎么样防止这些危险。所以这些鬼怪看了之后，完全会怕你，不敢上你，不敢上你的身啊！我来讲一个鬼故事。提到大学生，你现在讲鬼故事是？是，是很恐怖的那种吗？很恐怖啊！气氛注意一下，哎呦！我本来想要求灯光师帮我挡刚刚司马爷爷的那个绿光，也来不及了，你靠过去一点好了。绿光一打的话，我怕会看不见乳沟，那还是不要打好了。我就这样讲。现在已经看不见了，不好意思。真的吗？对。好，我再说出来一遍。对，好。好，话说。好你们到底要不要听啊？你现在讲的不是重点了，这个是画面比较重要。好，你们想象就好了。其实我随便讲也没关系，是不是？其实你露乳沟已经够恐怖了，不用讲了。很恐怖，对对对。可是这故事很恐怖，你不想听吗？你继续讲，你继续讲。其实这是讲大学生谈恋爱的故事。OK。现在大学生最忧心的其中一个学分就是爱情学分。嗯。话说有一对小情侣，他们到了桃园一个被大师评为十大闹鬼海域的地方。哇！虽然很恐怖，但是爱情万万岁，他们还是在那里谈起恋爱了。哎呦！月黑风高，两个小情侣耳鬓厮磨一番，就想要做坏事。哦，他们想偷东西是不是？他们想要更亲密。更亲密，更亲密一点。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个树丛，躲在树下开始宽衣解带。突然，那个女生她发现有一个红光哎，可是那个男生说不行，现在我已经瞎红眼了，我停不下来。没有想到，就在他们衣服快脱光的时候，红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像是一盏又一盏的鬼火围绕着他们。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给他们这样很恐怖。结果，最恐怖的是，突然这些鬼火发出了声音，很幽怨的说：“你们。”你们怎么还不赶快继续做啊？我们要偷拍已经等很久了，你们两个是装下围啊？真下围，既然要讲到真下围，我们还是交给短剧喽，好不好？短剧真下围。大家好，刚才那酝酿的蛮恐怖的啦，但是最主要的是我这边没讲啊。大学生啊，现在大家放轻松一点，我们把刚才那个恐怖紧张的压力把它放掉。啊，对，我打一架打得轻松了。为什么这些大学生要解除压力嘛？啊，做一些有益的休闲活动。啊，来，我打个唱给你听，安尼好不好？你就知啦，哎。来，我打机要唱歌咯。这是什么？谢谢，好，不要浪费时间了 ，OK， 谢谢你哈。好，不过呢，刚刚我们知道短笛的刚刚唱的感觉呢，就是说，让我们体会到一个事情，叫做有一好没两好。比方说第一个阶段唱的很好，第二阶段他果然就唱辣行了，你知道吗？就 OK 了，因为他第一段他太得意了，你知道吗 ？OK 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说。
下一个阶段你的师兄林宥嘉要来啊，他刚刚拍那个摩托车广告，林宥嘉要来哦 ，bling bling 那个，对对对对，林宥嘉要来，对对对对对，大师，林宥嘉要来吗？林宥嘉要来哦，为什么每次林宥嘉来我都会肚子痛啊？是是是，好不好？我先去上个洗手间。是啊，我们等一下先看一下那个我爱总统，我们看一下总统咯，然后回来来。啊！我爱总统，总统爱我，我们搭起友谊的桥梁。欢迎收看《我爱总统》这个单元。啊，我相信啊，顶礼拜啊，有看到这个民进党全代会这个整个过程啊，看电视的人啊，大家都知影讲，哇，相当的精彩啦。咱阿扁啊，总统哦、啊，直接咧全代会哦、啊，封杀尤锡坤的提案，嘿、欸，太棒了，真是太精彩了。阿扁啊，总统，真是太精彩了。啊，但是哦，我在这边哦，要请问阿扁总统的就是，如果照现在这样的局势落去的时阵，是什么人要来接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真侪人有讲，不希望阿扁继续来接任。是，但是我也想请问，我不来接任，谁能够来接任？是，谁来接任？讲啊，谁来接任啊？哦，我来当哦，无啦，阿扁啊总统，我做主持也使，我做党主席，一个差扁啊总统一点点呐、啊，所以你差一点点，所以讲当然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当然是阿扁总统回来当嘛，无啦。我恭喜在威啦，我也不愿意当，我也不愿意当党主席。但是咱大家来想看嘛呀，舍我其谁？我不住地狱，谁住地狱？对不？我很乐意啊，四大天王来走嘛。但是四大天王起码两个要来选总统啊，所以等下我都来做当党主席。另外两个可以用起手，当然也不能啊，也不行啊，对不对？那你说好，陈唐山，大家可能可以接受。啊，伊嘛咧起手啊，嘛无遐多啊。张晋雄好啊，我想啊，想来想去，他现在是行政院长，跟我发多兼差，嘛不可能。万人之下，万人之上嘛。对啊，好，蔡同荣好啊，蔡党诶。但是伊体力真好啦，不哩挺身跑步拢会使，但是伊过双眼皮。你看，一般老百姓跟我发多讲接受一个割过双眼皮的，好像美男来做当主席。怪怪嘛，是啊，对不？我相信国人同胞也不能接受啊，对不？啊，但是阿扁啊，总统哦，如果真的不是你来做的话呢，不晓得该谁来接这个党主席啊。但是这样子哦，国人同胞替阿扁总统想一想哦，阿扁啊，总统已经是全民总统啊呢，这种大格局，佮回来回国接任党主席，未免太委屈阿扁啊总统啊。这嘛袂啦，我个人呢，我的格局是超越。党主席超越总统的，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位置，你知道不？我的格局是看到未来十年，看到二十年，看到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格局呢？你有看吗？伊就讲伊要做全民的总统嘛，全民总统。是啊，欸、对吼，连我家己都袂记得我捌讲过这句话，全民总统。阿扁啊总统，你所说的只字片语我都记在心里面呢，甚至我写在这个笔记上面了、啊。你要看没？一字一句我都写了。随身都把我讲的话抄起来了。当然了、啊，对啊。那你不妨告诉大家说，你觉得看完之后，我自己说的话会不会有前后矛盾的现象？很多人这样质疑我，你告诉大家。你说有矛盾吗？干部。你改口，你很丢脸，有矛盾吗？
这样应该没毛病。还有吗你？还有吗？我龙龙，龙龙，哎呦，我们大喜有奖，下次见。我所说过的话还好吃吗？对啊，这样，我让你应该感受有毛都能点。阿尼哦，啊，是嘞，我叫一本总统加盐卤，嘿，加葱啊，加，嗯，我看我看顶啊。回到我们最大党的现场啊，我是桃子。OK，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很简单，各位桃哥听详细哦，就是我们33万的大学生呢，现在觉得他们超忧郁 ，very very blue， 他们忧郁的事情是感情、学分不过，而且还优惠卡到音，就是不会去忧国忧民，也不会忧心他们的未来。那你看了会不会觉得也卡到音 ？OK， 当然无谓的未来，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哈。我们都会忧心我们的未来，就比方说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打工啊，我们会想去，比方说利用放寒暑假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跟自己科系有关系的一些工作啊。现在大学生好像要从这样会比较少一点，大部分都在宅男。今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请宅男来谈谈这个问题呢？好，是不是又加来了吗？哦，又加来就准备一张，等一下好了。那我们请那个司马中原，司马爷爷。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大学生，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怎么样建议这些大学生能够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能够好好的着重在他们的课业上，或者说是除了课业以外，他们的这些休闲活动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意见呢？中国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全世界的人都怕鬼啊！哎呀，恐怖啊，恐怖到了极点呢。我想请问一下司马爷爷，就是你每次在讲这段开场白的时候，是不是在想后面的台词要讲什么？哎呀，是没错啊，刚刚讲的那句话很恐怖啊。一阵寒风吹来，害得我阴毛啊，不是，一阵阴风吹来，害得我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要讲的是说，早期的大学生跟现在的大学生就判若两人了，而且前后都不一样哦。你看看，民国初期的大学生就好像《色戒》里面那个王力宏演的爱国忧国忧民的大学生呢，会靠着演话剧啊，想渗入到这个啊间谍里面哦，然后搞分化，然后呢完成爱国的这个创举哦。那时候是大家喊着中国不能亡，中国不能亡。哎呀，就是因为有了这群大学生，才有了汤唯的渗入。深入了之后呢，才有了张爱玲写她的小说，有张爱玲写《色戒》小说呢，才有李安拍《色戒》的电影哦，有李安拍的《色戒》电影才能够拿到威尼斯金狮奖哦。可是你们想想看呢，现在的大学生呢，还会有像汤唯的爱国情操吗？会啊，会为了 LV 去牺牲自己的身体啊！哎呀，恐怖啊！几点了？以前有忧国忧民了，现在没有了。现在教育价值观了，全改变了。爷爷，你刚刚是讲 L V 还是 L P？ L V 啊，我有讲 L P 吗？应该是没有。啊，总而言之啊，你看看呢，以前呢，我们大学生呢，把日本人啊当成汉奸走狗，现在大学生呢，把日本当偶像啊。哪个偶像团体来啊？就崇拜的不得了，尖叫声四起、啊，哎呀！我所以说，前后的大学生是不一样了，真的是时空转换了。我想，其实我们本来想叫爷爷给我们一些建议啊，但没想到他也是蛮感慨的。那我们这样好了，我们让佑嘉来建议一下好了 ，Yoga。
起，我还在吃汉堡，不好意思。乔治姐好，大家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关于那个卡刀音的问题哦，好像很多大学生，人家讲说敬鬼神而远之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碟仙这种游戏，有人传说是孤魂野鬼，所以尽量不要去碰。所以你碰了就会卡到音，还有像灵异节目啊，甚至个人卫生都会影响你卡到音。不然我还是唱给大家听好了，老师麻烦。你去卡到音，碟仙守护神玩太起劲。你去卡到音，上节目去当灵异的节目。你去卡。因为你去卡到音，你要小心。第一次哭，别唱得太轻。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有些人说，就是。喜欢穿丁字裤，但是因为穿得太紧，就容易太紧绷，让你整个人有点好像神经紧张，所以这叫卡到音。不好意思，谢谢，谢谢，谢谢 Yuka。真的，他那个电动马达真的太厉害了哈。不过，但是从画面看，好像腿稍微短了一点哈。OK 的，真的。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要抽我们爱台湾的 PK 赛的抽签了。好，我不相信会抽到我。抽抽上次我看每次李瑶大师来都有，我上次来也有。短机，好险！不是我，不是我。赖明伟。好，这也算是两位真是唱将了哈。我们马上先看一下全民购物台。回来就准备爱台湾 PK 赛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购物台，我是主持人 Ken 哥。首先要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特别来宾长得非常像我们的第一公主，她就是我们的购物专家公主。大家好，我是公主。接下来要欢迎是具有国际 GIA 鉴定资格的陈鉴定师，陈鉴定师您好，您好，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呢，秋天到了，秋天不但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更是一个卡到音的季节哦。听说卡到音的人变多了，这应该怎么办呢？工作很无聊哎，我不是庙工，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办啊？我以前当过庙工。所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为什么我们说卡到音的人变多了呢？根据调查，全台湾有132万的大学生，其中有33万的大学生，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忧郁。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忧郁呢？有些人说是因为自己拔不到马术，有些人说是因为被当了很多学分。但是有将近15%的大学生，也就是说有5万名的大学生哦，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忧郁的原因是，他们有可能卡到音了，真的是看到鬼。为什么会有5万名的大学生卡到音呢？公主，这该怎么办呢？荒谬啦！卡到音没有蓝绿，只有重杰啊！哦，卡到音真的是非常麻烦哦。听说卡到音的人通常个性都会怪怪的，而且情绪起伏会非常非常的大，还会乱骂人呢。公主自己本身应该对这一点非常的了解。你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的意思是说我卡到音吗？那我也没必要再讲啊。自己有点怪怪的，我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学生觉得自己卡到音呢？到底是真的卡到音，还是假的卡到音，还是卡到其他的东西的工作？怎么真的假的啊？现在只要18分就可以上大学，上了大学还不给我好好念书，还是给我拔马子，拔得到就算了，有的拔不到，拔得到还对狼照，然后自己还恶意，回家之后怕被骂。当然是只要我说自己好像是仿佛是卡到音啊，我看是卡到你的大头鬼啦。哦，不管是卡到音
还是卡到你的大头鬼啦。重点是要如何解决这一个问题。很多人卡到音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庙里面去求神拜佛，然后拿一张符回家以后呢烧来喝，喝的后果通常都只有一个，就是落塞。但是现在只要拥有我们的全民符水，不管你是卡到阴、卡到阳、卡到门、卡到洞，还是卡边章，通通都能够解决，而且保证喝了以后呢，绝对不会落塞，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N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重点来了，喝我们的全民符水要注意什么呢？公主，猪卡啦，猪卡最重要的啦，就是你第一次卡到阴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赶快喝啦。如果你太慢喝的话，那可能就来不及了啦。还有啊，如果你是习惯性的卡到音的话，那你就照三餐都给我喝一杯啦。好，等一下，我听到一些声音啊，是什么声音？是，哦，是观众朋友，他们在怀疑，他们在怀疑说，喝了我们的全民符水之后，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为了要证明我们的全民符水是真的有效果，公主，干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嘿嘿。欢迎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0800788788，恰北北恰北北，全民购物台，明天见。你干嘛？卡到音啊！我背后呀，帮我抓一下前辈。开始我们的爱台湾 PK 赛了，赖明伟，然后 versus 大基，好，注意听了，第一题，黄金博物馆位于金山金瓜石还是金门？金瓜，九份，就金瓜石嘛，对，金瓜石答对。哇塞，哇你好狠哦，因为你果然是八家将出身的 ，OK 的，好不好？请问知名主持人陶晶莹的女儿，就是我 ，OK， 叫做小红豆还是小豆豆？小豆豆，恭喜答对。哎，阿威啊，你看谁来了？等一下，很紧张，他肯定有冠签。没有，正确。怎么会打那么小？你真是八家将出身，好厉害哦，英勇。日前举行的民进党全代会，全名是全民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哇哦，答对了。我超前了。哇，哎呦，哇塞！被爆出训练用假枪的空军特战训练中心五岭基地是在玉山、合欢山还是雪山？合欢山。你不要逼我冲下去打你哦！好，你答对。对啊。几点呢 ？OK。好，承接上题，请问全国公路最高点是不是也是在合欢山上呢？对，你真不要逼我哦。请作答。不对，答错，请回答。对，恭喜。你怎么打那么轻啊？打太轻。哎，桃子姐，我又没，我打一下好不好？好，没有错，因为是在海拔3275公尺。其实我是五里呢。你不要逼我真的现场人哦。好，跟饶舌歌手大基互呛的大陆人叫做天津饭、叉烧饭还是排骨饭？跟我大基天津饭啊，恭喜答对。大基，开始唱了，不敬业啊！这梗用，这梗用过了，不好意思。哇塞，好狠，千块。好。请问季后赛首场王建民会对上水手队、红袜队还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恭喜答对。看啊！
请问印第安人派出的投手是 Sabathia 还是？不是这一题，没有这一题，没有这一题，没有这一题。好，最新成型的台风 Corosa 科罗莎是今年第五十五还是二十五？十五啊，五十数，对，恭喜十五。没错，是十五号哈。星巴克今天宣布涨五块钱啊，恭喜答对。我大弟，我爱台湾的。色戒当中哪一位演员不是台湾人？王力宏、朱子莹、樊光耀。王力宏，恭喜答对。好了，很棒啊，大弟，你今天表现不错。进广告 ，OK。现场哦，真的时间所剩不多了。今天最后的结论交给我自己吧。真的，我自己主持了一个大学生了没？其实大学就是你到底生了没？也就是说，你今天当了大学生以后，你到底有没有一个资格当做大学生？33万的大学生，你每天都忧郁什么事情？你忧郁的是感情，是学分，忧郁卡到音，你难道不会忧郁别的事情吗？你都不会忧郁说你今天学到了什么东西吗？所以学历并不等于学历，我讲第二个学历是学习的能力，就要培养你学习的能力，而不是只是你的经历。你的经历是没有什么鸟用的 ，OK？ Capability is better than your experience， OK？ 好，我们明天见，拜拜。